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初十新增加两个本土病例，五个境外陆续病例，还有一个死亡个案。其中有一啲系托台北市长山一间国中嘅学生嘅，学校已经紧急停课嘅。新北有一人全市空气亚下结果出来嘅，十八例个案当中有八例阳性。爱奇艺咧做阿巴萨一部卡三十年，全部系阳性，可能今年感染多千人，多一整日的。研判感染的时间合作。有关亚新北有一人全市感染案引起外界关心。有医生就讲，新一年因为身上就有较少的实体亚的因素，就算本人测到的，同体验变起来，重症同死亡率唔高。不过我相信，万一些一些偶尔本人感染过后的死亡风险。菲律宾面基础研这个出现突破性的感染案例，指挥中心除叫安部接听，爱为基础研做贴三门预防沙。不过昨天爱感激叫张朱砂呢，因此爱参考韩卡多国际方的临床实验报告，张波接听。中央气象局主持早晨发布强烈风采参数海上的风采警报。气象局台山参数未来的路线可能会对台湾东部附近的海面风通过中部以北同东部，爱防会落太阳毛球海梦钓鱼。